他可能想是新图闯到了这个图。 穿穿加速，不给他看，这里不给他看，等个右键卡视野。看到还在摸鱼。 这里绕前门关，他往白房绕了，一下卡视野，接着卡，再卡视野，完了没打中，但是卡视野不要让他看到，右键失误没关系，不要给他时间看破我们。 然后接着卡视野，不要让他结束这个状态，下一个右键接着把他带走。然后这里继续卡视野。OK。 我的意思就是卡视野，不要让他看到我。看一下这边的划痕啊，没有，往右走了，往右走了，直接从这边下来。 然后卡视野，不要让他看破，一直卡，等右键，再卡视野，来个小高抛，没有打到，没事，再等右键，接着卡视野，往右边扔一下，没打到，要被他看破了，不行，这个时候再躲一下，这样的话呢，这次。 OK， 这些人全都在这儿吧？哎呦，这边有人。<笑>我的意思是我卡视野哦，不是他卡视野哦。小高抛，没砸到，不给他看。我卡视野，不要让他看破，再用右键打他，明白了吗？接着卡视野，不要让他看破。 OK， 接着卡视野。
看他位置，等技能 CD。用个高抛尝试一下，没人到，没关系。这个距离他看不到我们，可以接着高抛。不行，看到了。哎呀，差一点点，可能。哎呀，想打那个上面的人绝对在上面。触发一下技能吧。不在这。那在哪呢？没打中。我操，他这样知道躲我右键了。打中了。卡斯也不要给他看。然后接着卡视野，加位置，甩去，没甩到，不能给他看破啊！哎，不行，臭小子！哎呦，给他看破了，哎呀，难受。哎，操！不能给他看到。Nice， 拿下了啊，还是。高抛有用是有用的，就是要预判嘛。卡视野，这里跟右键，他死了，稳一点。哎，我操，没稳住，怎么回事？还有两根天才没挂，我靠！你挂过了吗？他可能挂过了，我觉得。Nice, nice, nice。什么意思？
哎，早知道还不如高炮呢。哎呀，这种距离真尴尬呀。但我能脚底下吐了口唾沫又吐不到。拉距离，不要给他看破的距离。哎，没搞懂这种判定怎么回事啊。我操，抽象起来了开始啊。好，这时候卡压位置，打远程炮看不见我们。哎，OK， 哎呀，开了一台。好，这个距离打中了。哎呦，但是他能看破我，我要站远一点。我还是要站远一点，不能给他看见。挡到这里啊！哎，被他看见了。Okay, good. 那肯定的，相当猥琐啊！这屠夫差不多就这样，打中人的时候卡视野，不让人看破你，然后一直用右键输出。接着卡视野，不要看他，不要让他看破，然后抽他的奖。OK， 在这里等着啊，等技能。哎，没看到他，我操！哎呦，再等吧，只能等技能 CD。再扔一下啊！我操，他我扔的时候他往后走。往后走是吧你啊？等会再找机会偷袭他吧。
都有人去摸他了，这样的话我可以打两个啊，有机会。nice。两个都不修了，你妈呀！赶紧来修一个好吧，不浪费时间了。这波躲开了，等一下，拉点距离，防守，再靠近。这波不救了吧？嗯，他妈还救？你有病吧？你他妈是纯傻逼一个！你他妈不修还要救人，你是真的傻逼吧你？啊、嗯！哎，我想往这边弹呢，没弹到。挂了挂了不休息不修机就不该救人了呀，浪费时间可能硬玩，我操。真的傻逼好吧，你说要有点修机痕迹吗，我还能理解，完全没有修机痕迹就可能硬玩，就硬玩。
哎，这个东西主要他不知道他怎么弹，有些模型他怎样弹你不好控制。他弹到圆的物体上面，他反弹的每个角度跟他下一个位置又不一样，太不那个，不太好，没规则，没有什么规律啊，那种圆形的地方。